李毓芬白色情人节，纯粹的想念，为爱而唱。李毓芬2018全新单曲《早应该》，由音乐才子蔡明佑替她量身打造，并力邀有 MV 教父之称的林秉存大师来担任 MV 导演。及宣传照拍摄及文人才子詹仁雄来负责单曲企划。早应该，这首单曲仅用单一乐器吉他来编曲，再搭配上李毓芬轻柔嗓音，即此唱出最纯粹的想念及感受。詹仁雄表示，此次担任李毓芬最新单曲《早应该》的企划，是因为自己与经纪人是好友，且自己写了许久的爱情专栏，在听过毓芬的新歌后，发现这首歌有传达出毓芬最真实的那一面。与毓芬及林秉存大师数次的沟通后，很快就将单曲的方向定案，以简单纯净的感觉来呈现这首单曲。不论是单曲的编曲风格、服装造型等等，透过这些来呈现出李毓芬纯粹的情感。早应该，这首歌曲以纯粹的概念，爱情在悲伤、痛苦、冲突、分手后，留下的只剩下纯粹的想念，想念两人之间的美好回忆，想念两人当初炙热的爱情。虽然这段恋情剩下只有遗憾，却也让人珍惜。在这一切都结束后，虽然受伤了，却也已经放下，重拾自我，回归最纯粹的自己，找回被爱情折磨前最原来的自己。这首歌表达出感情上的纯粹，让听众对歌曲产生共鸣，将歌曲融入自己的感情世界，也希望听众即此可以走出悲伤，找回最原本单纯的自己。